现在想吃口东西也不容易呀、啊。都说八宝粥要热的才好吃，没办法，我只能用这个大招了。你这脑洞开的果然够大呀，只是要等很久吧。八宝粥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这冰糖葫芦吃起来才带劲呢，冰冰爽，透心凉。小朋友，你难道不觉得它硌牙吗？爸爸，为什么他有冰糖葫芦吃，我没有？不公平。乖宝宝，虽然没有糖葫芦，但是你有国宝熊猫宝宝呀。开心点，你看大家都成双成对的，我的笑容依旧灿烂呢。就冲你这乐观的精神，我相信明年的今天你一定会找到女朋友的。虽然我没有女朋友，但是我有翘臀呢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迷死狗了？主人，快帮我拍好看点，这样拿出去相亲一定手到擒来。拍好了吗？拍好了你就可以退下了，我要继续看电视了。家有一只傲娇的狗狗真是伤不起啊。我是王者农药，不，王者荣耀的忠实粉丝，他的周边我一个也不想错过，但是最美貂蝉长成这个样子，我真是快被伤得吐血了。厂家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眼神有问题啊？有了这个瞄准器，就算你眼神有问题那也不是问题，一射一个准。好独特的准星啊，快告诉我这家店在哪，挑战自己的时刻到了。我就是昨夜挑战自己过头，这不连自己的窝都认错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终于睡在了你该在的地方，认清了自己，主人我感到很欣慰啊。我就最喜欢配合主人，主人你看我这个姿势可爱吗？狗狗，我只是想自拍一张，你能不能不要来抢镜啊？不是要给我喂东西吃吗？你爬那么高干什么？未必让食物在空中加速还能更加美味吗？狗狗，你也离主人远点吧，我怕主人砸到你。